来，朋友们，今晚咱们继续羊头啊，一头两吃啊。来，一半胡辣，一半蒜香，直接就是一头两吃，干散的个很呐。来，吃之前先来一个我们的肚包肉，看我们的这肉，你看，通通的都是肉啊，看。都是牛肉，先来个肚包肉，开吃。先吃胡辣这一边啊，来，先吃胡辣的，胡辣的吃完咱们再吃蒜香的，一口两吃啊，香，香的，再吃这把蒜香的。太香了。一个羊头简简单的干完啊，一半蒜香一半胡辣呀，吃起没毛病，再加一个肚包肉干散。朋友们，今天他们还是简简单单只吃羊头啊，小马这边可想叫盐方便。汤汤的菜籽油好甜啊。倒了一些醋啊，菜籽油在肉上，订婚之子就别，然后在我这没结婚的小手按摩一下，我可以吃啊。
还有啥？啊，哎，爽！哎，爽啊去！这个要推荐给大家看酒啊。嗯。啊，朋友们，今晚上简简单单吃个羊吃完了，灵魂之子就别，妈呀，哎，干啥嘛？啊。嗯，爽吗？嗯。OK， 还有。嗯。嗯。看你直接不是不是免费接了吗？是不是？嗯。啊。啊，穷。那些是这个，就是那个名字啥，然后看了一下，嗯，哎，还是，那是这个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就是哎，刚刚那个。
对吧？杨秋就直接妈妈打呀，还是咱吃。